呀，我现在开了，怎么办呀？我不知道怎么。我给你绑。我记一下，我记一下。我给你绑了，你穿裙子别闹。我有点紧张，在你面前。哦。哎，差一点。好可爱。没事儿。不行，反正就。对，一老天荒没关系。你真的也太可爱了。一。哎，我很会拍啊！他好像那种养牡丹吗？不是，养牡丹的花语是富贵吉祥。到底有没有搞？真的是你自己看，这是什么呀？桔梗。啊，懂了。哎呀，你们，我受不了了。其实我挺担心他会不会去，如果不去，那我就不能说我想说的话了。好心疼，就是他昨天晚上哭成那个样子，好心疼凯凯。Hello， 来了。Hello， 还小跑回来的，很开心了。哎呀，我现在开了，怎么办呀？我不知道怎么。我给你绑。我记一下，我记一下。我给你绑了，你穿裙子别闹。加分，加很多很多分啊！啊！口罩戴了没？没有。我问一下，他有没有多了口罩？你好，他有没有多了口罩？给他。谢谢。那你也给我一样的吧。凯凯真的很会，还换上了同样的口罩。好，别了 ，Go， 走吧。啊，我们先去打保龄球。好，这个活动好，可以。像我小时候啊，我妈带我去玩的那种，就是游戏机特别多，然后她就是会以前是出那种彩票的。我也很久没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挺放松的。啊，我先挑球，看你自己的那个指缝。什么意思？就是你指缝要刚好可以扣住这个球，然后你拿的重量也要差不多刚刚好。哎，就是等一下你打出去的时候是顺手的，我不会。今天还挺开心的。嗯。哦对，四个。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子丢出去，这样丢出去，这样丢出去。你试一试。来喽。又开始了。另外一个要炫一下的男生，我有点紧张，在你面前。哦，哎，差一点。然后我现在剩一个，我要把它解掉。哦，可以，又是这个表情，好可爱。哦，来吧，大神，换你了。往后拉，然后丢出去。哎，是这个意思。咦？可以。天资聪颖哦。我给你试吧。
他们打球的会也会贴这个。哇，因为他之前不是手就受伤过吗？哦，他真的好贴心哦，好加分哦。暖心，系鞋带，换口罩，而且炖汤，创可贴，创可贴。走吧，大神要出击了，走。然后你现在要解这两个，那只能选一个解了。高手他们会把这一根，譬如像有点像撞球一样，会用这一根去把那根打掉。大神他们会怎么做？我来试试看。等一下，我来试试看。有点难，加油！而且我觉得解不掉很有点丢脸。没关系，解不掉我就当看不到。我压力太大了，冲吧！哇！你真的也太可爱了。有点太甜了。OK， 有点。哎呀，哎呀，hold 上了。哎呀，hold 上我了，有点。我觉得我有点好傻。我吃的这个，你吃这个。谢谢。加油！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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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不行，反正就对地老天荒没关系。这个约会内容设得很好，是啊，女孩子都有可能爱玩的。对，哎，其实我觉得近了一点了。中了吧？来，别掉，再来。我就没遇见过抓娃娃厉害的人，我可厉害了。真的吗？我能抓很多。我去抓娃娃吗？行，我带你去抓娃娃。哇，抓到了！圆满了。圆满，圆满 ，Go 吃饭。我还有专门的餐厅，我还没吃。点菜。哦，我们刚刚已经点了。我可以点扫码，然后我问你有没有点这个就好了。可以，来吧，来吧。看有没有被你点中。这个我又有压力。不要有压力，盲猜。卤肉饭有吗？有。胡椒虾。有。三杯鸡。有。哦。那除了这些还你还点了什么？我还点了大肠。你不爱女生不吃大肠啊？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尝试，对于我对你的理解，你应该没有不敢吃的东西。然后我还点了蚵仔煎啊，然后我还点了文蛤汤。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再点一个大肠包小肠好不好？这里有吗？有。我刚刚也是找，我以为没有。我觉得有点多了，怕吃不完。还好，没事，我们可以打包给他们。我当时晚来了一会儿，你是以为是可能不会来吗？其实我有在想，来不来，不来也没有关系。哎呀，那我还是会去找一个时间点，就还是想跟你。聊天，然后聊聊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内心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来了那当然是最好啊。我前面几天没有找你聊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多事情都是我心里会想，但是我不会去刻意的去做。就像这个创可贴，我也很想，我非常每一次看你贴，我就很想去做，但是我会觉得触碰到你的话，不尊重你。我觉得这点很好啊。我会想，我心里会想，很多事情都是我心里会想，但是我不会去刻意的去做。我所有对你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来说会算是顺其自然，或者是我以前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的，就是对朋友而言。其实那一天，就那天我知道你肯定会看信嘛，
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很纠结，我很纠结。从那一天我就开始，就从我看信的那天，从你看信的那一天，其实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我整个人就，所以你没看到我看信，你看信的那一天，我整个人就很，就跟之前完全就是变了两个人，就很不在状态上。所以你的这两天的状态的改变是因为我看了信。我对你的我改变吧，我觉得是对于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一直自己心里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去找你聊，一直很纠结。因为我以前在外，就是我以前追女生吧，去大概就像看你朋友圈，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或者你喜欢干嘛干嘛之类，我就会去挖你的以前想要怎么样。但这一次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会很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很烦。我从你看信的那时候，我每一天早上都是很晚睡，很早起来，所以变成我整天都觉得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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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都来了，那既然也觉得对一个人也挺有好感，那你我自己就觉得行吧，那你我觉得还是去聊一下，让人家知道你的想法跟心意，至少。所以你想说什么呢？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没关系，你可以边吃边说。说，其实我。说，看他说啥。说，这样吧，我帮你捋一下你的思路吧。我帮你捋一下，别捋了。求你。刚开始呢，在你来的时候，你应该是有注意到我。当时也因为想让你快速融进来，所以我跟妹妹来说是引颈注意，虽然是不同的注意。后来可能露营约会之后，你会自己想法上有一些转变。比如说会比较明确说对妹妹的表达和对我的表达有没有区别。我觉得那次之后就第二天你紧接着不就是开我的那个盒子了嘛，对吧？然后呢，你当时可能自己先简单的捋了一下思路，然后着急去找我说，把一个态度传递给我。我在这两天其实我也很明确的有表明说我可能会观察一下新来的人。这个点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患得患失。花花哥一针见血。所以你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想表达，憋了好多天，然后到底是要说什么。其实我想先说信嘛，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每一封信的感觉，你的想法跟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信我有认真看，甚至有一些花。哎，我上次本来想问你，就是那个树枝加叶子那个是什么？因为你工作在创业嘛，你又想要新的生活，我觉得希望每个叶子，像你每个机会跟每个希望跟你的每个想法都会成功，然后你的生活你的一切最后变成很茂密，寓意多多，但是你就自己不说，谁能猜到？所以我刚才基本上总结的是比较符合，就是我观察到的跟你实际上的状态是一样的。前面挺符合的，但主要是因为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很爱说的，我基本上面写的字我都没啥写字，就像我说的，不是一个很会去找人说话的人，然后就只能用写信跟画画。我看到什么或想到什么，就当下立刻画上去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会表达，因为没有人教我怎么去诉说自己心里开心与不开心。我四楼的碎片也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如果我要就是我妈陪在我身边的话，那我是不是会更多的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我不喜欢或我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现在就是等于是有一点游在中间了，就是我就挺难受的吧，整个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想找你原因就是我想要不想再像之前一样，就是什么东西可能游走在中间，那你可能觉得你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到最后可能也有的时候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最好的表达，都不知道他想说啥了。我喜欢你四个字，我喜欢你朋友，我有感受到，就是我有很明确的感受到，并不是说我完全屏蔽信号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是能感受到的。但是我在其实在那次约会完和之后的那个一两天，正好第二天你有找我聊嘛，我是在其实是在这两次比较密集的聊天里面有意识到我们有可能会面临的问题。然后当时也是恰巧说小屋里面来了新人，我当时其实有在犹豫一下，他来的时候我第一天还是投给了你，因为你前一天有给我叫出去说你当时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及时的去给你一个回应。但当时其实我心里有犹豫一下，说我要不要在这个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去了解别人。我想表达的感情观是我会慎重一点，然后我会先把面临的问题前置。其实我知道我俩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很纯着跟着感觉走的人。其实从滑雪那一次我发现你喜欢的事情是我愿意去了解的，我愿意去滑雪，然后我也喜欢上你喜欢的运动，你听的音乐我会真的去听那些歌词，试着去找类似那些的音乐来慢慢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每次看到你跟谁说哦，我也好喜欢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喜欢这个，就是慢慢的去了解吧。但是我也觉得你不用刻意的迁就我。哦，我不会。因为我们其实要的都是真实的答案嘛。对啊。就如果是我们为了这21天的结果去做什么的话，那对以后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我们就以最真实的状态相处就好。哇，这花花好冷静。因为其实我在意的一个点你知道，就是我们你刚刚说的一个就是共同的能聊天能一直聊下去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待在一起你不知道聊啥。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我对你这个人不理解不了解，不是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就没法去聊。我也在不断的在确认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我很坦白讲，我对张恒的了解中我也会发现合适和不合适的这个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基本上是有判断的。其实我不是一个不敢踏出这一步的人，我是一个需要非常明确才会踏出这一步的人。然后我跟你讲一下，在我心里觉得踏出这一步我的评判的几条。明确明确，他已经提过很多次了。真诚第一，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会觉得同频这件事情很重要，包括未来的两个人的计划，然后平时两个人工作的速度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作息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可能才是爱好和感动吧，我觉得这两点都是可以加分，但是不能作为我最终下决定的。我觉得吧，我有点 get 到他的点，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剩下的我会去做，然后让他去感受到，其实我想了解他，了解他喜欢的，了解他的家，了解他的所有，还有了解他的女儿，而且其实这些东西是全部都是发自我自己内心想要去做的。再送你花了。哎呀，谢谢。
从哪儿变出来的你？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在想什么时候送你。谢谢。哎，我觉得这个比上一次那个漂亮。那必须的，那这个意思比上一次那个意思更好。你说这是什么花吗？这不是白玫瑰吗？全是花语。对啊，它肯定有花语。这不是吗？还亏你叫花花。这不是白玫瑰吗？那是什么？我跟你说，蔷薇啊，气色。那是什么？我跟你讲，我去，我再识别一下。你自己识别，我要上厕所，气死我了。这不是吗？识别到了没？是养牡丹吗？不是，养牡丹的花语是富贵吉祥。到底有没有搞？真的，这你自己看、哎，这是什么呀？我为什么识别不了啊？桔梗。哦，我看一下。啊，懂了，懂了，懂了。哎呀，你们，我受不了了！哎，齁了一下，我齁了。来，李凡，来，三，二，一。好了好了，我不能再浪费他的相纸，直到你明天买回来之前。我看。哎，我很会拍啊。他好像那种十六岁的。花钱啊。赶紧拿过来。嗨，这张好看。嗯，这张好看。高价买走。像我拍的照是，我是摄影师，摄影师自己拥有版权是吗？对，想走了，走了。花花，也不用看了，哎呀，很久没有这么放松的玩过了，谢谢你带给我快乐的一天，在很多很多的细节里，我都有感受到自己被保护的很好。他肯定给花花，肯定是给花花。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半个跑。做真实真诚的自己，我不会去强求，但不管怎样，我会全身心的投入。我想，我会很愿意。